朋友幫我影嘅，係啊，我 IG 嗰個，因為嗰時係都係仲係長頭髮嘅，係咯，跟住就佢就幫我影咗咯，係啊係啊，都好似好性感啲 moment 都，好性感，係咩？真係㗎？我冇乜露喎，係啊，得。真的真的沒有，我都是因為吃東西而已，是我對於因為對食物太有沒錯太好吃了，所以我只對於食物有些特別開心，如果有東西吃的話，就是在想是不是幫你拍的是不是女仔拍會舒服一點的，女仔我也覺得是，有時候女仔拍的照片好過男仔拍的照片。如果你出寫真集行不行呢？穿衫那些是吧？是啦。咦，有不穿衫的事？為什麼會一想到這個？我會穿穿衫那些都可以考慮一下的，不穿衫那些就真的搞不定，是的，不讓你過門的，你再這樣，是的，沒錯，我後媽會保護我的。